ñāṅ jī caṅ pōr tsū tū nyi mi caṅ dzō nē pāṅ lō caṅ pōr ngā kya pto pāṅ kara taṅ āṅ chāntu śir māṅ to tumbaa tujii chanlaa shaam tsaraa loo rukhton jaahar junnii shin loo lee, gombaar hong lee, poot poot teep gyaa to norto chum tsu jam tsu ngaap daa ghaam tsu an tsu tam pan tsaaya laa sorwaan dee naa chandaraa waaar tseer nii jang kumsaan jaahar tujii shin loo illaar man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地听。呃，那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呃，今生呃修行的中间和完美的归宿，也就是说做专题开始。那么今天讲呃不安次第呃学法的病症啊、呃，就是说啊啊、呃、不以次第呃学修佛法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病症，而且这些病症呢非常可怕，全都是内在心态上出现的这个病症。 啊，所以呢，必须要给大家要说清楚，让大家要了解清楚，要明白，然后呢，要转变啊，或者是对着或者是端处，或者是要一步一步啊，彻底的啊，修学佛法，否则就是出现这个班彻底学法的种种病症。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首先要了解呃这些症状，呃，知道它的严重性，那么之后呢？ 啊、呃，才能盖山，目前各种呃学习佛法上的混乱。那么这样呢，呃，才能立出一条道路啊、呃，看清前程，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啊、呃。所以呢，讲这个呢特别重要啊、呃，这是当前一个极大的困局，而且成了一种普遍性的乱象。如果没有在这一点上， 改变观念，就等做法，那么不论穿多少啊、呃，前行等的发门，也没有多少用处。啊、呃，传发者辛辛苦苦，以为能实现什么，下面的人啊、呃，却完全背道而驰。啊，也就是前行课一开始就讲了无不去，但是呢，这个症状仍然非常严重。啊、呃，所谓的。 错上下而去，不回忆而去，颠倒而去等等，啊，都是那非常典型的严重的病，在大多数人的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那么今天呢，就来谈谈反次的缺乏的人出现的状况，呃，可以随便去很多很多的症状，呃，大家检点自身。 啊，会发现有的人具备呢好多种，那么有的人呢已经具备了其中的某些，有些呢是很深度的症状，游戏呢有轻微的表现等等，啊、呃、正在冰状当中。如果呃不能发现这些症状，就还会以为这样继续下去非常好，啊、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实际上呢，任何事啊都受着元气的支配，哎，任何事啊都受着元气的支配。那么胃里元气的规律而行，决定会发生各种的病态，得不到效果。啊，就是说在不宜彻底乱泄的元气下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情况，就是说不好的这个病症。 比如说，内在心事中安不下来，到处求，到处抓，有不安性的症状，或者呢，不按照道的贵道修行，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的乱学乱修，啊、呃，这就出现了随意症，啊、呃，出现随意症。还有呢，就是盲目症，就是说啊，不知道这个发在什么阶段修，自己。 呃，应不应该修？要修多少等等，自身盲目而修的。还有呢，就是空虚症，也就是说自己心里不踏实，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真实的东西，也没有出现什么修法的正向，非常空虚。呃，又有这个幻想症，呃，常常幻想出现非常奇迹，或者呢？ 幻想在某种场合自己呢能不劳而获，或者呢根本不用修就得到成就，那最好是别人能够把成就呃给他自己等等，充满了各种神话一般的幻想，甚至呢不起实际的假象。还有这个三乱症，啊、呃、就是说没有办法安心的安持续秀法。 下至一个环节都没有办法持之以恒的修持，更没有办法有条不紊的一个个进行。啊，不必说这样，连维持日常功课都不可能了，连维持日常的功课啊都不可能。发展严重了，甚至安下心来看经书都不行了。他总是在网上乱动。 而且呢，没有任何持续惯例，在网上随意的听，而网上的信息呢，无量无边的，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很多很多可以听的，很多很多可以闲聊的，这就造成这个人呢、啊，处在一种释怀持续的状态当中，又有这个绝望症、自暴自弃症。 也就是说，他最开始非常狂，充满了种种幻想，到了最后呢，就出现死亡感、绝望感，认为没有什么希望了，一切一切的发都不可能修成了，或者呢，就是自暴自弃。也就是说，我本人就这样过算了，还说什么成就呢？成就对我太遥远了，呃，这辈子修不出来的。那么这样呢，他就落在浮眠。 消极的一个状况当中，一蹶不振的，这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前面太旷了，做得太高了，那么这样呢就会出现反面，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希望大的方面就是失望大，乱动的方面就是无法站立，到时候呢就一动不动的，那么这样就出现了。 痴呆症，纤纤乱动习惯了，最后就不晓得怎么动了，连一个最起码的修行都不会，一点思绪也没有了，做什么都是很茫然的，内在性也没有真实的正见，没有个真正的坚固的定解。这种心态上呢，还有这个僵直症，呃，就是说坐在那儿傻傻的。 一天到晚很僵硬的，内在心里呢没有了源头活水，嗯、这个三性的源泉被堵塞了，那么他已经没有活力了，很呆的。呃，这样怎么来这个心善呢？嗯、道理来说，他抱好了放发修惯了的人，随时都可以去住善心，取住发心。 可以很好的运行，但是呢，内在心已经乱了的人就不知道该怎样修法、念诵、供养、礼拜，或者呢修哪一种衣轨，怎样合理安排自己的修行生活等等等等，那些都不会了，这些都不会了，处在非常麻木、糟糕的状态当中，到最后这是一种简单的行为，那么其他的。 禅会啊、法愿呐、啊、西丘啊等等都没有了。这种心态上面呢，还有混杂症、乱次序症。也就是说，啊，学佛法的时候呢，不谙此地，也没有任何尖测的智慧，最高的和最低的混在一块吃，包括世件法和初世件的法也混不清楚。 啊，这个问题呢，好比有各种各样的药，他认为药都是好的，就随便治，他不知道哪一种治什么病，哪一种药在什么阶段吃，应当如何来配，等等等等，这些呢一概不管，成了一种混杂。那么同样的，他在这个学修佛法的层次上面也是呢混杂的，见解也是混杂的。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定解，左听听右听听分不清楚。而同样行为的状态也是混杂的，有的时候说、啊、要去色要去色，有时候说不要去色，哎，忽然听到说一定是无语为度，严密的防护自己心，一会儿呢又说无语不要紧，可以随便享用等等等等。 那么内心的状态也出现了非常多的混乱。原本来讲，佛法一层一层的，每一个颠都有他的所愿，都有他的修法的状况，而且呢，告诉你本人，本身这一步应当这样做，真样修炼自己的心，调成这样的一个心态，他讲的很清楚啊，哎，告诉你这一步应当怎样做。 怎样修炼自心，调成这样的一个心态？到了根上一境，就要说自己的心要放大、光大，或者说又要再进行性的一个转换、性的一个提升，等等等等。但是呢，不按此地的人乱听、乱学、乱修，结果就摆不清了。那么这样继续下去，就有很多无法真的正。 哎，无法正立正。还有呢，就是视空症，还有呢，就是色法症等等都有。啊，其中所谓这个视空，就是自己没有控制力了，完全凭着内心的戏气息冲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由于内心的见解非常杂乱，修行的持续非常杂乱，最终就变得无法整立。 谁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情况，自己也没有办法处理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训下去一个方面，养成一种习性，就有它的作用，而不是说训完了还跟原来一模一样。那么没有学是一个状态，学好呢是一个状态，学乱了又是一个不同的状态。那么其中没有学的人懂得不多。 他的心比较这个谦下，愿意听人说。如果学了，听了一大堆，好像上上下下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自身上出现的问题，自己内在心的系统上出现严重问题，他压根儿不知道，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整立、调整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啊，每一个地方他都没有正式消化，而且呢。 就是按次低一步一步培养，内心并没有得到成长，连最低的一步都没有发生转化啊，连最低的一步都没有发生真正的转化。但是呢，由于他听到的话非常多，上上下下、高高低低，什么都听，听的呢非常多，心里乱动太多了，就变得间接。 形态习惯等等都无法证明。这个呢，我这里讲一个很形象的譬喻，大家记住就明白了。就好比这个写字啊，最开始按照次序来，有老师教，严格的管理，非常有纪律，啊，非常有纪律，哎，非常有纪律。那么这样一笔一画写下来，最终就能够写得好，而且写得很好很好。但是如果一开始， 学一下抄书，又学一下看书，各式各样的字体乱写一通，那么最后就养成了混乱的一个习惯，当然是无法正明谁也没有办法纠正，而他自己还不承认，以为自己看了很多很多，什么都懂，其实什么也不懂，这样就会出现无法正明症。这样子的话呢，再高明的医生都。 束手无策了，而且这个形态上呢，还出现不同的这个症状，就好像这个乱吃药针，啊、呃，也就是说治热病、治寒病、治心脏病、治胃病等等各种的药乱吃一气，上上下下一大堆。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也觉得你把药吃乱了，没有办法处理啊。 那么在这种心态上呢，他还有这个翻弹症、抗体症，也就是说啊，训了这个以后，自身呢有一套这个见解，有他的一套得以发的爱无取舍，但是呢这些都是呢不理智的，哎，并不是经过正量衡量起了定解以后的一个建立，他到处听。 有的人说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或者说我特别特别执着这个那个，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凡是跟他的细心相位的东西，跟他的这个错谬间接、混乱观念相抵触的东西，就一概拒绝。那么这样缺乏多年以后啊，坚固成性的，哎，就像这个肾牛皮一样，没有办法忘却。 他的信心，他的观念已经传习成性，无法接受别人的劝告。那么接下来，他的心态上呢，会出现很严重的设法症，呃，舍弃正法的这样的严重的一个引起啊。尤其今天的人，一般只要告发，不要地发，遇到告的。 就设地的认为地的不必要了。那么这是由于没有经过此地修行，不知道每份的佛法都是呢很重要很重要的，都要陪在自身上，要抓到他的心要陪在菩提道上修持。啊，这些根本没有学，没有精通，没有这样按照此地修行。那么按照此地学修法的人呢，智慧越学越好，根本不可能设法。 为什么呢？他已经具备了下下的技术就能够转到上上上面。他在每个地方都能够发现是修行的要点，一切的盛宴全都是修行的教授。那么这样呢，就能灭除舍法的业障。但是不按此地修的人，发生舍法罪的频率就太高了。怎么讲呢？ 他的心没有成熟，觉着法的智慧没有，如何配在性上修行的三窍经验，更不必谈了，这就根本没有了。他只是听说这是个无上殊算的大法告法，其他是横底的，可以不要，就认为那些法是不需要的，跟修行无关的。 并不是成佛之道等等，会产生很多很多混乱的见解，甚至呢公然对于其他佛法进行排斥、诽谤、自责或者言道的评论。实际上呢，他的认知不符合正法的提醒，本来佛法都是很好很好的，能够清出我们的过失。 增长功德，或者呢，配在菩提道上，有足以圣境。然而呢，他却评论说，这些是无用的、当道的，或者呢，啊，这是一种严肃的事，谈论的事，根本没有修行要义等等等等。那么这样误灭佛法，就造下很多很多的设法的严重罪。那么这种这个设法真，其实啊是。 地也震，也就是说发战争了，甚至呢破口大骂，那真是都地月，未恐不胜。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个状态这样啊、呃，大家这样习惯的话呢，确实再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呃，就是说节奏呢就有群体大传染症。 也就是说，如果按此地来规规矩矩的绣法，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啊，就他就很好，他呢就是根本不会啊自己的相虚这样一个啊可以说不好的病症，然后呢传染给别人，这些都没有。但是按此地来规规矩矩的修法，一步一个脚印的人非常少，千千万万个里面也很难找到几个。 而随意性的想走捷径的、想占便宜等等的人就非常非常多。那这样没有按此地走，这种的话呢，群体大传染的症，确实这个就会出来了。这就是说，严重的一个传染病就会出来。因为现在修行人他是想占便宜的，想走这个啊捷径的路，呃随意性的，自己高高低低，什么都自己来安排。然后呢，没有按这个上司按照这个注师。 此地安排那样，他没有按这步走，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呢，这个时代啊，肯定就是大传染的一个问题就会出现，所以呢，呃，接着刚前面说的，接着就有群体大传染症啊。按照此地来规规矩矩的修法，一步一步啊走，一步一个脚印的人非常少，而千千万万个里面。 也很难找到几个人，而这个随意性的、想走捷径的、想占便宜等等的人呢，就非常非常多，而且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大家也清楚，这个时代的人本来就很浮躁的、很轻薄的，所以呢，这样一些其他的言论会迅速的传播。大家都喜欢占便宜，最好是不修成佛。 那么这样就会传染一大片。大家需要明白，现在群体症状非常明显，比如乱动啊、妄动啊、慢动啊、三乱呐、啊、空虚啊、外强中干呐、啊、讲者等等，非常明显。在文化的受众里面能找到一大堆，随便去找，到处都是。他没有什么记忆力。 还没有什么纪律，啊，反正在网上学法、听法都是自由的。一个人呢，甚至在一周里面听十几个不同的课，啊，无非就是像看电影一样、看电视一样，啊，无非就是像看电视一样，不断不断的转台，喜欢听哪一个就听哪一个。 他认为这样就很好，很好了。这个发也听，那个发也听，这个也看，那个也看，然后这个也修，那个也修。他认为这样就很好，很好了。认为是啊，只有自在，自己的福报很大。甚至呢，不必要走一步路啊，就是在家里，在这个可以说就是金色当中一上网，什么都听得到，什么都看得到，非常自由。认为这样这样听，甚至呢，一走里面呢，听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课程。 当时就想这个看电视、看电影、啊，不断不断的调这个调那个态，喜欢听那个就听那个，喜欢听这个就听这个，他认为这样就很好很好了。其实说白了，这是一种很优质的小孩一样的一个行为，根本不成熟，没有抉择法的智慧，没有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智慧。这样他最开始表现出狂热。 兴奋、随意乱来，那么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反面的状况，啊，比如说出现精灵冷漠症，一点热情没有了，游戏呢跟任都没有办法沟通了，甚至呢在小的方面都没有办法以持续的信念啊去做它，不相扶者，什么也做不了。 当代人呢特别容易这样，另外呢就是高怨症，哎，也就是说他没有元气的观念，一开始他对于你期望很大很大，最后发现什么也没得到，内心没有改变，烦恼一来了他无法控制，稍微触及一点就发生很猛烈的烦恼，深深的陷在恒深的痛苦当中，这样。 他就抱怨佛法不灵，认为我学了很多很多，都上当受骗了，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从此啊，心态也建立下去，非常灰的，内心充满了怨尤。他过去呢，凭着还乡来生活，内心呢没有按照原气来发展，结果一点善心也没有出来。大家需要明白。 没有因果的见地，就没有善气，善气不能集聚，就不能向上。那么整个身心都处在一种风动的状态，呃，这是凭着个人感觉狂动的，这样子不可能入成佛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负面的情绪就出来了，心一点也提不起，还有相当多的抱怨。一沉静下来。 吃一点苦，他的抱怨就一连串的出来了，止也止不住，呃，这就是他过去狂乱性的一个反弹。所以大家要知道，凡夫没有成长，基本都是呢以自我为主，而且呢被你应过，一点不理智。那么既然执着我就，就只有让他满意，他才接受。如果没有出现效果，这个时候呢，他不会。 呃，去翻新自己的过失；二是呢，出现各种烦恼心索，他、啊、不知道自己的心没有发展，全都是呢自己乱做的一个后果。呃，当然他没有办法发现这一点。那么，由于最初没有很好建立正见，没有建立真正的定见，没有做修行的训练，因此呢，一感受到大寂了。 那么马上反弹的相当厉害，为什么？由于最初他没有建立真正的定界，没有做救性的训练，那么这个原因，因此呢，一旦受到这个打击，马上反弹的相当厉害，各种恶行说都会冒出来，无法自控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态已经很高了。 如果一开始能折服细气，在恒地的地位的时候就不敢那样做。如果因果观念很深，笑得一点一滴都是呢有后果的，他就不会盲目的妄想，知道一点一滴要在自己心上绣。如果一开始养成呢，缺乏是反心对着自我，相互自行原地的这样的很好的一些观念。 就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但是呢，由于他没有按照次第修，而且他没有这个真正的基础，一开始接受的就是无上的、最胜的大法，或者呢，学了各种超越性的一些教法，那么往往就跟他凡夫低劣的病心混在一起了。那么凡夫没有经过前性的训练，无非就是任意而为的。 波无因果，呃，只有自在等等等等，呃，这就是没有得到因果真见的很优质的一个状况，也是呢一种业过欲的状况。然而呢，跟大法一相应，他就因为现在终于找到了最好、最高、最殊胜的了，啊，不必要学基础的东西了，不必管因果了，也不必持戒了，也不必改什么了，也不必避免什么了。 他会处在一种相当空动的状况当中。实际上呢，这个完完全全就是随着自身的烦恼而动的。他连基本的烦恼的提相也不认识，呃，基本的世俗道德规则也不知道，而且呢，没有确立身界。那么这样一来，在这个人身上，决定会出现修法不灵。 一增狂妄以后呢，就逐渐逐渐会发现心没有得到提升，之后呢就有退化症啊，退化症啊，就是说三心没有发展，反而呢退化的不如以前了啊，就像读时间书，从这个六岁一直学到六十岁，那在心上没有发展多少，反而退化了，这是越多越狡诈。 分别越多，攀比越多，等等等等，呃，这就是智心没有合一所导致的，没有把知识转为德性，呃，这是一味的外求知识，这是一味的听一听，这是一味的分别分别研究研究，那么这样就会出现善心退化症，啊、哎，善心退化症。如果相反来讲， 也就是说，按次地一点一点来。首先有个认知，然后呢，专成自己内在心上的发展，变成内心的一个角色，之后呢，有增量，心一步一步都在转，变得越来越好，业障越来越轻，善心越来越浓，道心的力量越来越足，啊，等等等等，这就是很好的相啊，这是好相。但是如果不按次地来， 呃，这是一味的寻求知识，那在知识的精神上，就会发现一种跟心灵不搭配的状况。内在心上的静心状况可能比蚂蚁的速度还慢，然而呢，知识的摄取程度呢，可能比动车还快。那么，两个不想协调了。 之后呢，不断不断的正义分别，而且呢跟烦恼配合起来走。那么多年以后，就发现三星退化了，基本的三星都出不来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规规矩矩的做三星了。他认为这是优项的，不必按这样做。说白了，实际上呢，连三星从来没有开启过。 那么这样就发现，说大话的人，几十年以面目可憎，连世间善人都不如。大家也清楚啊，世间善人还很正直，虽然他见解不高，但是他是真心真意的，做什么事都是呢善的内涵。而这个说狂话、说大话、高谈大调的人，却发现他没有善心。 一点也做不出来，甚至一点谦让、考虑别人的心也没有。那么这样，人家就看到学佛的人怎么越学越怪呢？的确如此啊，很多人身上是这样的。学佛这么多年，为什么最终落到连世间三忍的心态也没有呢？这样就我们明白，没有按照慈理秀的话，最后到着什么呢？ 就是这个退化症，三心没有发展，反而退化的不如以前，不如一个世间三心人是这样子。再说呢，他的心态、他的所作所为上会出现佛教意识症，也就是说智慧表面做样子，里面的心没有，他从来没有救心，念可以阴无血色，做可以。 懂事、孝品，啊，什么都可以嫁做，那么到了最终，好的会有一个意识保持做，坏的干脆什么也不管了。还有就是受株带徒症、盘王症，啊，就是说盘王天下。 他认为他想什么就能够得到，甚至呢，他的这种盘王就是一切上师一切佛菩萨保佑他，他什么都不干，让他们全部都啊，可以说报办，啊，这样就麻烦了，这个最后会出现这样，盘王天上呢掉一个馅饼，盘王一切一切都是呢上师来报办，一切的一切呢盘王佛菩萨来报办，盘王哪一天有。 一个很舒适的音乐很特殊的一个大元气，一下子撞到了好园区，我立马飞升。哎，盼望哪一天呢？有一个很舒适的音乐一下子撞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元气，我本人立马飞升，啊，立马飞升了，啊，出现这种这个可以说就是盼望症，还有这个外求症。 啊，就是说，整天在外面寻求，今天在这里打听一下消息，明天呢去那里凑个份子，拼命在外面求，看哪个场面大，哪个地方意识比较隆重，啊，形式丰富，很有气氛。我本人就去求，东求西求，里头始终都是不动的。说白了，这是很优质的一种想法。 但是心上没有转动，怎么会有进步呢？还有在这种这个身心的状态上呢，会出现言告受地震啊、呃，尤其一些知识分子，间接啊探得比天还高，轮机啊这个行为修正确实一步也没有，他自会谈论，谈起来头头是道。 眉飞色舞的，哎，眉飞啊色舞的，哎，眉飞色舞的，好像就是一个无上的大成就者样。甚至呢，论智慧，好像就是比龙树菩萨还高三倍一样的。论一种这个超越性呢，好像比注射还超越。但是呢，真正摸到他的心，触到他的同住实际经验的时候呢，就回避不谈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 有一大堆的污糟，阴暗面太多太多，内在性始终处在非常恶劣的状态里面，没有办法接受戒验如果按照法上的标准，一个一个去质问他的良心，你有这个吗？你是这样做的吗？等等等等，就发现一个也不是。 另外呢，在这种身心的状态上，不足以不改正，然后不调整，不去按此底修下去，那就麻烦了。就是说，这样子下去就有虚伪症，哎，虚伪症，也就是说，口头说话跟内心的状况不符合。然而呢，伪状的很大很大。 那么这以后呢，自己的身份就高了，满心就大了，处处都要表现高姿态，表现出自己很高、很了不起，连说一个“去”字都不可能。我不信，是绝对不可能说的。我很低很低，我有什么什么缺点，是半个字也不会说的。那么这样装出非常高的假样子，就把真实的自己伪装起来。 那么相反来讲，真正按此第修法的人是踏实的、励志的，能客观评价自己的。首先呢，第一步就承认我是一个病人，我修行是很差的，我要接受治疗等等。那么这样一开始有一个自立，知道我不行，我不会啊、呃，是要面子，能够脚踏实地的去做。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认为， 我是非常厉害的，我是无上的，很了不起的。我学佛时间多长？我有资格的一个老和尚或者老居士，这样这种这个可以说就是心态，我很了不起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是要面子的，实际上内心呢有很糟糕、很糟糕的烦恼病，需要一步一步的站立，颠倒信心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由于他认为。 我很高，我很了不起，我很有价值，我是老修行人，我是老的和尚，我是老的居士，那谁还能做他的老师呢？没有人跟他说尽一句忠告，那么这样他就整天摆样子成了、啊，成了伪装者了，成了伪装者了。而且呢，大家需要明白。 违章证的同时还有副厂证，也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过失也不承认，也不去发入忏悔，还绕弯子去掩饰，明明是错的还说没错，或者照你有说不是我等等，那么这样最后就变成双重人格症了，啊，这样最后就变成双重人格症。 也就是说，他成了良心人，外面是个很了不起、很高的人，里面是一个脆弱、苦恼，一碰到什么就浑乱不堪、无法对峙的一个人呢？那么这样发展甚呢？这个人格上就有冲突，最终会变得精神不正常，等等等等。那么，就入此内就知道，不按照此地修，忽然学发。 会有很多很多的症状。现在是给大家敲个警钟啊，我想这是很普遍的一个这个状况啊，是这样。那么现在不按这样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可以说魔法世代啊，这个终身不容易真正啊修到佛法。虽然佛法非常棒、非常殊胜，确确实实就是无上的啊救吧。 就是这个整法佛法，但是呢，我们按照此地修才这个可以说就是得到法随法心修法的这个功德，能够这个可以说发融入心，我们的心跟发相应，很清净，断除烦恼，清净业障，没有苦。然后呢，就是真真真正这个可以说走光明大道啊、呃、成佛的一个道路。但是呢，法再榜，再殊生，再圆满，我们没有这个。 按此地修学，从凡物乃至成佛。按这个此地啊，我们没有来，此地错乱了，或者是不按此地走，或者是只是学知识，或者是只是啊背一背，或者是给别人看一看，或者就是按时间这个人一样，依靠这些啊来这个搞时间法。 得一些这个生活生存，得一些名利的一种方便，那就全完了。不是皈依法，是利用这个法搞自己的名利，搞自己享受的一个手段，那就是生生世世遇到光明啊正法的一个因素，非常可怕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必须按照此地啊修学，不按照此地修学的，病症呢全部一一的需要对症，对症，对症掉，断除掉。 否则就非常危险了，完全最后成一个发忧者。那么这些所有颠倒的这些病症，它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下面再进一步讲这一块的问题，就是说根本的症结就是对于元气的愚昧，还是落到一个对于元气愚昧的一个问题上面。也就是说，讲了上述的种种这个症状。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轻信的一个认识，自己和他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个表现，哎，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今天都是呢，只有注意，而且呢，都想占便宜，普遍表现出没有此地的观念，所以呢，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恶果。那么这些病症都会相应程度的发生。 为什么呢？因为元气是不错谬的，不会空耗，不会错乱，不会有任何错误的。这个元气法自然规律，元气就是这样，它根本不会这个错谬的。元气法是不错谬的。那么说到不谙此地，那么很多人还自以为是，认为我是超越的，可以越此地而行的。那么这样就根本。 动不了这些人的心，因此呢，我要以跳命，哎、呃，这就是对于元气愚昧、不按此的，就是不按元气走。那么所谓这个词的啊，就是内在性上精正的元气。那么人呢，由于愚昧，就表现为狂妄，认为自己可以搬元气套路来，呃，可以越狱。还自以为用。但是呢，实际上呢。 元气律啊，不是某个人的想法或者某种做法可要不可要的，也不是某个时代、某个教派的事，它是不变的一个法则，自然的一种规律啊、呃。总的可以这样说。当然呢，由于这个舒适的气息，个人说啊、呃、熏衬的清香各种各样啊、呃，总的元气下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差别。 呃，不能这个可以说百而一论的，但是呢，从次的发展来讲，它的确就是普世性的一个法则，没有一个人能逾越的，而且这是佛在经教里面亲口说到的，就如在《托罗尼王》子在经里面用金子模拟报的比喻，说明寿限必须出粗垢，然后呢才能出细垢，在。 显出机器高，或者呢，说到这个等阶梯的这个比喻啊，都是呢标明在信上要一步一步的发展，啊，不可能一步登天的。那么自身由于过度狂妄，想要离元气而行，一步跨越，最终就会导致。 无法实现而发生各种负面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必须按照内在心上的发展规律，种了这样的因，才能够转变成这样的心，才有这样的收效。如果你缘起而行，认为我不必要遵守规则，那就一个也修不成。啊，这个问题呢，就像这个农民啊。 必须按照此地来播种子，秋天才会有收成。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很励志的。必须按照这样的此地来进行，否则违背此地来种，那么忙碌一年，一个收成也没有。任何收成都是呢，只要符合园区规律，就决定出现；而为你园区规律，随意乱做而、啊、是决定。 一个也不会出现，一个也不会成就的。那么，由于你本人对于元气很愚昧，认为自己能够预约元气，不要元气，就以为能超越，这样在自身上呢，一定会落得一场空，哎、呃，等于是白费劲，得到一个恶势的结局啊。 或者说，这种人修起来是真正很辛苦。哎，这种人修起来是真的很辛苦，到处求，到处抓，内在心始终安不下来。当然，他会出现空虚症。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实际收获也没有，一点点进步也没有，说起来都是大话。但是呢，自己内在心里全是假的，没有。 是虚的，但是内在心里是虚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圣心元气就不还相，知道只有中阴才会得果，只有如理的修心修心啊、呃，才会出现内在心上的一步步进展。那么这样就不会有不劳而获的一个还想，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不会透过先成的。 难得动弹都不会出现的。那么再者，明知元气就有纪律，而知道必须入质入量，按此地来完成，每一步应当种什么因，怎么样达到它的标准，以及嗅到它的量，而不会产生乱动症，呃，不会盲目的以为我根本不必要顾及元气，忽然之间。 天降大发，顿时得大成就者，不会有这种非分的想法。真是由于不了解元气的缘故，才会导致幻想真、妄动真、乱动真以及三乱真等等等等。那么再者，了解元气的话呢，知道自己内在心上念念都要符合元气的规则，呃，怎么起心，怎么运心。 这样按照此地陆续的发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三等六。做什么事都是呢如理如法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你元气而心，出了元气，任性二位，那必然发展成二等六，发展出一整套有知纪的颠倒性制造出来的混乱程序，还以为是在修真法。那么这样发展到最后就。 变得无法收拾，常常去错乱的冲动，常常听信自己分别性的诓骗，就发展出很难治的急性的一个病。那么再者，如果真正了解同大圆寂，就知道内在心上的发展要按照此地进行，而且呢要有欠之深，有处之息。 有下子丧，有孝子大等等，这样就一定会有条不紊的进行，不会上下颠倒而止。但是呢，对元气愚昧的人来说啊，以为呃可以凭着自己的心随意的祝贺，任意的休息，这就完全被第六意识骗走了。第六意识是一个框架架、错乱架。 他在变成妙观察之会以前呢，是最错乱的一个家伙，必须要明白第六意识是一个妄想家、错乱家。他在变成妙观察会以前呢，是最混乱的一个家伙。就像这个吃药，本来要按照医生的嘱咐，以此地来吃，吃到什么样的量，再进一步转变。 但是呢，分别心有一种非常愚痴的做法，他首先吃后面的，再吃中间的，或者呢，三天的量一天吃，有时候呢根本不吃，这就自会把自己身体搞坏，这也是有元气的道理所导致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就修法的时候这样的。 就按照这个，可以说，譬如说普贤上士口手，按照这个词题，他不来修，他就是修最高的，最高的，是大圆满。修什么托尔盖以下的，一开始就修最高，然后呢，中间就要再修一个先叫什么这样那样的这个如幻如梦的啊波尔话，再就下来修个不共的无加心，然后再下来就开始修个外前心。 没有按外迁、内迁一步一步上走，甚至有时候中间就中断，他就不秀了，彻底放下去了。然后呢，一说休假薪呢，三五天就是日日夜夜的啊，事情磕头，事情念一遍之后，事情功个满帐的，好像一休的时候呢，就三两天想全部五十万加薪就搞定。那这样的话呢，本身医生让他最后面吃，然后呢在中间吃的，最前面吃的，然后呢每天怎么怎么吃的，他全部都乱套。 他一首先吃后面，再吃中间的，或者三天就是吃啊，这个三天的量一天就吃下去。有时候呢根本不吃的，那这样就是肯定并不当回好，反而呢把自己身体搞坏。就像这样，我们修行不单这个可以说就是成就，反而呢发生回敏，受到严重的破坏了。所以现在人真的就是没有佛法精通的智慧，对这个道的次地。 然后呢，一步一步潜心的修法，没有按照这个此地学秀的人呢，其实他一点不聪明，他自以为就是怎么怎么样，他是一个怎么了不起的特殊根基，然后特殊的发，特殊的上是特殊的什么什么一个啊方便想啊，就是不修这个潜心想这个，可以说修个告发真相。正 百分之百没希望的，尤其中下根基的今天时代的一个人来讲，百分之百就是要按照前行一步一步、此地此地来修，否则的话呢，成就是没有希望的。哎，成就是没有希望的，是这样子。但是他不因为是他就是倒霉，他就是有一种啊自以为是的那个状态，自己这个害自己，他根本不会这个觉察到，他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他搞个小动作，不必要这样那样的很复杂的。 一步一步啊，上面有此地的一个修法，他认为就是不必要此地，一种这个很殊胜的、很方便的、很有效果的，一下子短暂时间就出一种这个修行言相的，他想来这一套，那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啊，所有佛、所有菩萨，尤其这个诸事大德的这些这个口诀引导此地上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没有让你这个可以说话呢。所以呢，就是。 这一块不能这么乱来，乱来就是还是害自己，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就像刚前面说的，原来要按照医生嘱咐的吃地来，需要吃药，但是他按照这样没有做，反而这个混乱颠倒，然后呢随便乱吃，甚至根本不吃，或者呢就是几天的药一天就吃下去，这样大家就知道那就是太过分了，太颠倒了。 非常危险的，大家知道，这样子明白了以后呢，再把这个比喻推到我们现在修行的词地上，那么现在这个前行就按部就班的前前后后的注视引导的词地不来搞乱了，太高的一开始，然后中间就不修，或者偶尔修一点，或者呢词地错乱的修，或者呢就是啊可以说彻底放下，嗯，这个此地的修行，那想一下怎么回这个可以说就是成就呢？绝对没有希望的。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这种这个出现的问题啊，就是对于元气的规律，他是非常愚昧的，非常愚蠢的人的心态，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我们就看得出来。所以呢，对于元气愚昧的人，就表现出这样错乱的程序，颠倒互位的混杂修法的，呃，混杂修法的上下胡乱的求法、取法等等等等，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自己要自己问自己就知道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命自主、自证分状态，你非常明白、非常清楚，比任何人你自己的心态、你的问题，你心里非常有数、非常明白的。所以呢，对于元气愚昧的人，就表现出这样的错乱的程序啊、颠倒互为啊、互抓啊、这个修发不杂的修发，或者上下互乱的去发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呢。 自己以颠倒心制造的一个恶果，怨不得别人的。那么再说，了知了这个缘起就有主动性，哎，知道必须自己努力，自己听了以后要思维、要决定，然后呢，疏疏的修行才能改变自己的心，不可能依赖外在。说实在，再大的上司，再有再大的大慈大悲的心。 也只是给你知识修法的道路，而不可能代替你修。那么这样呢，就不会落在孝极、等待等的状态当中。那么再者，明知元气的人，按照此地修，一步一个脚印，而且呢，每一步都以观察会来衡量自己，每个阶段都以自己都有客观的评估。那么由于了达元气。 了解元气的缘故，他的心跟真法是相应的，他不收微状的，不会专门在外面的标签上做。但是呢，得以元气愚昧的人，根本不在自己切身上观察，历历的与真法相应，这就变成心里的运作是一套，外面的表现口上的称呼又是一套，呃，这就没有办法。 不落在微状的病态当中，那么久而久之，川西诚信经常心和口是相反的两套，这就成了虚假的人，装在套子里面的人，双重人格，最后就变成很深的病态，无可救药。那么再说，非常尊重元气，非常尊重按彻底修行的人。 只要印上把好了，按照自己当前的病因去下药，找到对治法，明确修法以后，入力入量的进行，就决定在进步当中。所以呢，就是以此的入量修行，就在不断不断的进步，也是一种精化的相。但是呢，半缘气不循此地来修法的人，处处都是呢。 口头上的，没有切合到修行规律的缘故，一点进步也没有。然后呢，后面却发展的非常大，也因此出现一种退化症。呃，时间越长，发现信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成了老油条。哎、呃，这就是出现了退化的一种象。而且没有按这个次第啊、呃、绣的话呢，甚至这个纹饰绣全部都不起这个作用。 哎，唉不起作用，什么都乱套的，反而在心态上出现一些不好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从来没有按照此地尽行那么文字上也没有抉择好怎么修，私心上呢也没有按照法道上串心，哎，实际上呢也没有按照法道在内心上串心。那么这样，尽管在知识上积累很多很多，但实际上。 到一用的时候，关键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干，当然就有无能症、痴呆症等等。啊，再说从来没有发展过修行，那么三性的圆圈没有不断的开启，到最后自然表现出内心没有源头活水，出现一种僵姿态。那么这样。 这样子习惯了，就生在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里面，或者这个思念，或者呢心理麻痹，一直沉在沉潭死水里面，哎，沉潭死水里面，一点点善心都发不出来，连世间善人都不如啊！世间人没有那样颠倒穿鞋，在世间还知道原祖上上下下的人怎么发善心。 但是呢，秀发错乱的人，或者说、啊、知识乱谈、断空、狂妄的人，心里最终变得十分冷漠，一点清净善心都发不出来。再者，这知识分别心在愚弄自己，他胡乱编造出一套行为信心，呃，所以呢，呃，怎么也整不出效果。一开始呢，有一种狂热追求于。 表现自我欲，时间久了呢，就转不动了。这个时候肯定得了心力枯竭症啊，心理枯竭症。再要提心力，一点也提不起来了；再要啊、呃，提起心力啊，一点也提不起来。那怎么去提心力呢？哎、呃，不可能天天这样狂妄。 表现、啊、做样子，天天说一些高头大话，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兴奋，所谓的这个感觉啊，都是一阵子的，很多都是那自我欺骗的。但是呢，你不可能几十年骗下去啊，你不可能几十年保持那种狂妄劲头，最后就出现了反面的笑肌，笑称，一点心力也发不起来了。再者，他就成了。 失望症，也就是说，不绳索修行的元气来，当然什么的觉受，什么样的修正都不会这个出现，这样导致对发失望。由于他看不到是自身的情况，就会导致帮事帮法出现抱怨性等等很多恶劣的心态，连一个清净善心也发不出来。 包括整免的恭敬啊、水顺啊、印种啊、利领秀啊、发露掺花等等等等，什么也不会出现啊，什么也不会有了，变成了负面非常恶劣的状况。那么，由于这是远程法，所以呢会产生很大的罪过。啊。再之后已经养成习惯了，里面的问题呢太多。 没有办法收拾，也找不到人收拾，实在怕不出来了。当然就得了自暴自弃症。哎，认为晚了，彻底完蛋了。不要想这个问题，一想就痛苦，一想就可怕，还是不想为好吧？到时候他就成了麻痹症了，或者呢狂乱固为症了，或者呢颠倒的因旧作乐。 游戏啊，玩游戏做这样的一个颠倒行为啊，或者就是颠倒的饮酒作乐，或者就是玩游戏颠倒，反正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忘记内心的这个病痛。那么像这样，最终会出现一个堕落三恶趣的战啊，最终会出现一个堕恶趣的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一直往下堕。 一直往下堕，一点点往上的尽头也没有。这个也不相干，那个也不想做，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然后呢，这个啊、呃，文思修也不行，那个听法也不行，这个讲法也不行，这样吃苦心也不行，这样为利众生、为了佛法做贡献，要是是夜夜苦心，然后这样做那样做，一个都没有，因为一直往下堕，一点点往上的尽头也没有了。那这些方面大家都要去考虑啊。 要值得这个重视，要仔细的想一下，认认真真的观察一下，要好好这个考虑考虑一下，是不是你元气二心会造很大的国宝呢？啊，说实在，这是一生的大事啊，这是一生的大事，很多人都在这上面犯大的错误，没有人提心是不信的，必须要提心的，而且呢。 这么好的佛法，然后这么好的这种把脉，然后呢，就是可以如理如发，自由的文思秀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心态，我们的这个修心没有按照次的来的话，想一下，所有很多很多人的这个一辈子就这样画下去，这样过了，这样的话。 我们说这个可以说就是做这里利他。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佛法，我们的这个发心，全都是为了大家好。那为了大家好，从这儿不去改，这儿不去提醒，这儿不去强调，这儿不去做开始，这儿不去这个可以说给大家再再提醒、再再强调的话呢，那么大家这样这个可以说一辈子下去，值不值得？非常不值得。 所以呢，我认为这次呢，对这个可以说就是大家呢有个这个可以说内在心里的真理争断啊，非常必要啊，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要抓住精神修行的重点和完美的归宿。那么这个之前呢，对每个人心态不作为一个真理争断呢、啊，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习惯，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框架啊、颠倒啊、半彻底修、半基础啊、扎扎实实的、踏踏实实的。 按部就班的资地没有走的话呢，非常可惜。千千万万人当中，一个修基础法成功的人都找不到，那是太可惜了。这样子的话，怎么护持佛法？怎么去利益众生呢？连资己都出了大问题，而且是从根本上对元气非常愚昧的一个状态所导致的。最终这个自暴自弃症啊，或者就是说狂乱胡为症啊，或者就是多恶趣症，全都出现了。 甚至自己的心态非常糟糕的一种这个麻痹症一样的，那怎么信呢？呃，甚至对自己彻底失望的，对三宝、对众生没有悲心，没有这个信心，那就完全达到一种非常可怕的失望症啊！啊，所以呢，这些不改的话，不是小小的问题啊！大家知道，这个黑暗越大越浓的地方。 那么这个光明越要出现，没有光明的话，这个黑暗怎么能这个消除呢？就像我们内心深处最愚蠢的、最颠倒的，然后呢就是特别占、特别像占便宜的，然后呢自视很强的、自以为是的，然后呢特别中很热情的高调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一下子想这个可以说这辈子。 三天没有吃个苦，没有按照此地修一个基础发，然后呢想这辈子要开悟，然后做不可思议的佛菩萨一样的弘法利生，那这个真的真的是智者们可笑之处的，或者是真是疯狂在说话一样的一个问题了。其他没有真实情况，因为这种这个可以说魔法时的颠倒的问题太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自己给自己要翻新，要看，要检查。 要这个对子，要转变观念，要按部就班的，按照这个可以说就是吃地，而且要抓住对我们非常适合最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且呢，人生短暂，必须要找到一个非常可靠、非常有保障的、非常圆满、非常完美的一个归宿，否则的话呢，这个短暂的人生一下子过去了，那么下一次再来无作恶事，越来越是着事的。 时候不可能越来越吉祥，越来越殊胜的。那这一生没有借据，生世大事的话呢？那么不说就是借据啊，轮回众生所有的生世大事，连自己的相续要成熟，能够断除自己转生这个轮回的啊，这个烦恼业都没有办法，这个可以说对之端出的话，那怎么能说这个普天下的人自己来借据呢？ 就像一个人自己在监狱里面，或者自己已经啊沉溺在大海当中，那这样的还去救很多人吗？是不可能的。呃，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针对自己，毕竟我们都是凡夫，又是今天。 这个时代的一个出血者，那么没有啊抓住精神修行的重点，那么我们忙忙碌碌一辈子，最后一个结果都没有这个可以说就是出现，也就是说很好修行的成就，一个都没有这个可以说就是出现，那多可惜啊！这乱套乱来的一个结果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很好的因缘陈述，学习基础的因果法，讲一些这个道词的，讲一些这个道规啊，精土的。 啊，阿弥陀佛的法门，讲习这个普贤上司叩首前行引导的，特别特别重要，比什么都重要。 啊，除非就是这个，可以说基础很扎实的，已经这个可以说就是不被这个世界名利啊、无以享受啊，对这个整个花花世界一刹那不单做的，完全看破方下的、的干干净净的自在的修行人，他肯定跟佛菩萨圣者一样，能这个可以说做不可思议的弘法利生。其他的人呢，想都不要想。 虽然发愿很好，但是你实际行动上做的时候呢，不是搞那一套的人啊。就像这个可以说就是老虎啊跳的地方啊，这个可以说就是乌龟啊不能这个往啊这儿跳啊，不然的话呢，就是肯定是出大问题的啊。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一个啊啊道理，我们需要这个明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明白，必须我们这个现在啊，把内在的系统要啊。 重新全部更换一下，然后呢，给自己的内心的状况呢，要做个大的整理整顿，这样子有可能对大多数人呢，还有有很大的把握，能够救，而且呢，能够这个改造命运，能够非常如法的，今生修行的重点抓住的基础上，还是吃底按照这个佛菩萨，按照诸师大的。 规定的次第来修行，那么按照次第修行的话，每个人也很有希望。毕竟是三宝，毕竟是佛法最不可思议，让我们得到现前究竟一切的利益。只有依靠这个，我们这个按照次第修行得到这个增发的价值、增发的力量，我们心跟佛法相应，佛法入我们的心，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我们才脱离。 轮回苦海，那是这样子，所以这块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这个时代，我看说好听的话的人少，可以说不少，因为现在人的脑子转得快，你喜欢什么，他就是打广告一样，跟你就是让你这个可以说就是激动啊，让你怎么怎么样，他都说。但是呢，我们就是家里人给家里人说话呀，把心里的话拿出来，然后呢，让大家做好人做好事，不要浪费这个可以说这一生，尤其遇到三包。 尤其是遇到这个不可思议的佛陀，三大阿僧祇界法愿，八大心，修持六度弯心，最终成佛，给我们留下来的畜生、众善、猴善的，让我们彻底成佛的这样的佛法，我们没有按次地修法的话呢？ 太可惜了，就像每个人手上有千千万万的如意宝，但是一个没有用一样，一个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有修成的话，多可惜啊！这个是大的损失啊。所以呢，现在啊，瓷钉、彻底要修的问题，必须要大家真苗了解清楚，反免这个没有按照彻底走的，那很多这个病的状况，严重的这个可以说内在心上的。 不好的这个症状都会出现，那这个无可救药了，那就非常这个可以说就是犯大的错误的一个问题会出现的，这个必须有人提醒，再再强调，再再提醒，让大家觉悟出来。所以呢，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的缘故呢，还是明天晚上继续讲呃今生呃修行的重点。 哎，等等的这个法义，然后呢，就是我想到了下一周啊，星期六、星期天晚上这个之间呢，除了我们这个可以说该讲的课以外呢，有时间的，我身体阴虚的状况下呢，就多讲这个精神修行的重点和啊这个完美的归宿。所以呢，就是明天晚上星期啊一有课，后面呢什么时候晚上上我再看。但是呢，我今天能定得下来的呢。 明天晚上讲，然后呢，就是啊、呃，下一周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都讲，尤其下一周星期天晚上是最后一堂这个开始，也是来讲这个，啊、呃，可以说就是阿弥陀佛啊、呃，这个法门特别殊胜，大家万众一心，能不能这个几百万、几千万的人能给阿弥陀佛的法门接上愿？我们很多地方要、呃、发大的愿，呃，这个缘起啊，这个因缘也很不错，下一周星期天。 刚好就是阿弥陀佛圣诞日，龙年这个十一月十七号，在那天晚上就是这次开始最后一次，也就是说讲最后完美归宿的一堂课，在那个时候也是呢，大众有这样，各个山上山下的在金色当中，各个家里佛堂当中呢，啊、呃、供养很多这个穗呀、啊。 然后呢，供养很多这个画啊，还有呢改供养的啊，这些方面啊，要这个可以说就是呃，做个充分的准备。但是呢，就是呃，在山上来讲，这个可以说供很多丹，然后呢又就燃烧很多方子，那就是供一两盏等多大的功德不知道。但整个房子道场很多阳面阴面都烧下去的话，那才是生生世,世世下无间地狱的一个因素会造下去。所以呢，想真正做啊、呃、功德的，但是呢，这个可以说就是。 防护上面呢，必须要注意，不但是山上啊，全世界哪个角落，佛教道场不供灯的是不可能没有，一辈子不供灯坐到那儿就是不可能，连无供当中一个灯都没有是不行的。但是呢，供的太多了，或者是不负责任的，然后呢，就是啊。呃 最后把很多这个家家户户的方子三报的财产全部烧掉的话，那才是危险的，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法王的这个涅槃发挥，你说一个等也不拱，然后呢，就是要修这个啊，修、呃、号的晚上的宫灯发挥就没有办法拱了，全都是黑暗一样的，那肯定不行。但是呢，必须要提醒政治正念，打击啊、呃，可以说就是精神要正正念，这样做还可以，否则的话呢？ 我们这个山上的话呢，道友，尤其是寒山这边，尤其是女中这边，功德灯啊，就是讲这个对三宝做这个供养是很好的，但是呢，没有这个可以说藏族那样。 提心真阵正,正念，一出火灾，尤其就是寒生，尤其是这个可以说尼宗这边，所以呢，尼宗这边功德也要提心真阵正,正念。如果你认为是这个宗啊、呃，这个三根要修这个福报，但是呢，把全宣这个一面阳面的房子全部都你的一个这个可以说就是火烧出去的话，那千劫万劫都没有办法，这个可以说就是修啊、呃、这个佛法。 所以就是要特别需要注意，但是呢，这是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的呢，有折子的学处，有这个做的学处，不能一概而论。天下就是这样子，问题一概而论的话，要出大问题的。所以呢，哎、呃，有些方面呢需要这个说一说。但是呢，就就像啊，一些一半的在家的居士，我条件很好，我已经供在了，我已经供灯了，我已经放生了，我不不要修法了，不能这样。这个毕竟这个可以说。 心外的物质都是那修行的一个啊，这个住院是吃药的一个东西。关键就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在一家就是自己文思修上面需要下功夫，自己需要做。所以呢，我认为不管是供养还是布施，不在这个数量，不在这个物质多和少,少的问题，关键取决于你的心，你的心情，你的恭敬心，你的这个供养心，你的这个布施心，你的慈悲心到量的话呢，非常好。哪怕这个可以说就是。 一点供养没有，一点布施没有，是要内心里面发自内心的随信心，做发布施、发供养。 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布施，都是呢从内心里面对众生这个发生回民做最大的修心，做回想，这个是最好最好的一件事。所以呢，就是啊，出家人不要过度的用财物来向做很多供养，在家人呢不能只是停留在自己在做一些财物的布施就认为是 OK 了，成就就是一定有希望，不能这样来。 我们就是知道，布施这个可以说用财务来解决，如果财务来解决的话呢，那肯定释迦牟尼佛应该做个最大的老板、最有钱的、最富贵的一个道士的身份。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啊，彻底放下一切王公里里外外的，甚至吃得住的，就是随意，而做乞丐一样拉波穿山意，然后坐到哪儿就就是打坐，去到哪儿就是其实，然后到哪儿就是能打坐。人这个可以说睡得下去。 就那个地方就是他的修行的地方，所以呢，需要知道，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居室如果对你修行不理想的话呢，在娑婆界哪个角落你不能待的时间太长，凡是对于你的修行不好，所以呢，我们不能单做一个地方来怎么样，对你的修行有帮助的地方你就该待的地方，对你修行没有帮助的地方不能待的，是这样子，所以呢。 我们在哪些地方文思修行上有帮助，就是我们的好的地方，应该就是需要知道这个是对我们发生回民有极大帮助的地方。但是现在有一点文思秀的因缘，但是呢又没有按照次第来这个可以说修学，没有按照次第来这个做，没有按次第走，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好像我们学佛法的这个文体啊，百分之九十都打了很大的一个折扣。 我们修成佛法的这个问题啊，百分之九十打了折扣，就没有按照此地修。所以呢，忙忙碌碌、辛辛苦苦，花了很多时间，面对很多问题，都就是真心性的想学一点法，但是呢，没有按此地走。这样子的话，还是呢，吃了很多苦，花了很多功夫，花了很多心血，面对很多头痛的事情，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呢，没有按照此地修的话，还是修法上不成功。 啊，就是说，我们真正修行、修行上面去考试的时候，只考这个，可以说十分，或者是五分，或者是三分，有可能还考个零分呢。你实界上考了几百分、几千分，天天都是第一名，但不算，这个是假的，这个是让自己傲慢一下、自己出头露面的心态，让坚固而已。但真正内在修行上。 考试的话，你每天及格不及格？你每天从早到晚，秀一桌还是秀两桌，还是秀四桌？还是每天这个三根姿态相换，或者自己的这个过失每天减少，自己对着自己的烦恼每天这个有这个可以说很有效的一种这个效果吗？啊，这些方面都要观察一下。每天游客能很多人都是靠您反而的，深圳来就是。 反面这个可以说就是搞一种这个肥发，没有按次第秀的话呢，那么就是圆佛法、圆生宗，圆上师、圆众生，天天造业都不知道啊。这样子的话，连一个起码这个恭敬、发露忏悔啊、因众啊，然后呢，立地求学等、啊、等，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非常糟糕了，是不是？所以呢，这块的话，我认为对于当代的人，给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好心的状态，然后冬季。 必须要好，然后呢，给大家一定要提醒，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提醒，说是全都是修高发的，就直接修个明心见性，修个大圆满，修个大寿音，什么基础法都可以放下去。这样讲恐怕都是对大家是不利的，啊，不如从这个可以说就是啊、呃，按次的基础上面，按这个可以说就是啊，诸事大的佛菩萨的经轮里面怎么规定的次第走。 那我认为对大家的利益很大，所以呢，就是耳朵里面好听好不好听好，反正这个是很重要的，必须大家按照这样需要走。所以呢，一次两次我讲的时候，肯定耳朵里面不是那么舒服。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不好的病状，很严重的回环发生回灭的一个问题的话，必须在这个地方要整理整顿，必须在这个严重的问题上需要强调，要瓦解。 要动手术，就在这个严重量，必须要动手术，啊，这样的话对大家有这个可以说就是大的帮助。所以呢，这一次啊，我想这个可以说对大家、啊、认识这辈子一生的修行的重点和完美的归宿呢，从正面、反面，从各个角度要沟通，要这个可以说就是交流，要做思想工作，要做这个佛法诸事大德的教导。 那样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这个讲，这样的话，我认为对大家有很大的利益。而且我们后面要讲这个现易经呐，讲这个可以说就是道词的呀，讲这个可以说就是大人们前行呐、啊，讲很多这个可以说如新论等等，有不可思议的大的利益。所以呢，为了将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带来不可思议的大利，今天必须要强调这个，必须要交代清楚，必须要让人人这个觉悟。 必须要提醒大家，否则啊，一生的大事情，在这个上面，人人都在犯大错误，还不交代、不强调、不去这个可以说提醒的话，我认为不对。所以来想，明天晚上还是要继续啊，传讲这个，希望大家不要有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其他的心态来这个呃听，而是呢正面。整免 自己对照自己的心，然后呢，我们就是学这样的这个，可以说佛菩萨和祖师传下来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不可思议的，非常棒啊！连一切的生命都代替不了这个佛法的一分这个价值，它彻底让我们成佛的，让我们彻底远离苦海的，只有这个整法，只有这个佛法。其实我们有意愿做这个皈依，尤其是大皈依。 佛陀的真法的话，没有这样这个按次第修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可以说大家修行上有成就的。所以呢，我是去想未来要达到非常理想的好的修行的一个结果的话，今天是必须要交代清楚。现在交代清楚，将来不会后悔的。否则的话呢，就。 不是怎么样。如果一点对大家没有希望，我认为大家都不信的话，我讲这些干嘛呢？我认为对大多数来讲有一定的希望，而且我们讲了大家相信，而且要接受，按照这样走，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大多数啊，这样温师修坚持下去的话呢，再过几年有很大的进步，非常明显的，甚至可以出来很多真正名副其实的修行者，真正的修行者，真正的护法者。 真正的利益终身的这样的这个可以说就是大的都可以出现，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正面啊讲的这一块来需要理解，不要啊从别的角度去想很多啊。这个就是我怕人多了啊，然后呢就是啊我说的话又嗯怎么说呢直接一点，然后呢又没有那种智慧很商巧，然后呢就是从别的角度去妙述，没有这个，反正就想什么直来直去就说出来，但是呢。 因为标大的能力有限，标大的有时候不清楚，然后呢，有时候呢强调多了，反而就个可以说泥饭一样的结果会出来。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自己要啊说，这个是我的一个不足够的地方。因为毕竟是一个藏族人，用这个可以说韩语讲的话，不像你们这个从小说的母语那么啊标大的清楚。如果然后去讲藏语，有可能稍微标大的还好一点，不会有这么。 多结结巴巴，或者是呃这么这个可以说表达很差的，也不会这样子。但这些都不重要，反正就是对大家有利就可以。 就有利益的话呢，我认为就是可以。所以说什么变成什么，想说什么，对我就是看法非常不好。我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只要对你们对佛法有一点贡献的话呢，我重视这个，我看中这个，才敢说这么话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从正面理解的话，我心里轻松一点啊。那么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这个可以说真正想改变啊、呃、自己的心，想这个。 专注半次地修的种种的这个不离相的这个呃病状，来整面要如法的按次第相修的这样的一个善的念头带动下呢，我们把这个可以说就是今天学习的三根为主，一切十方善事的三根全部汇聚在一起，把这样庞大的三根全部大爆，然后呢以普贤大愿印子做大的普解回向。 请道门念修普贤行品，佛一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noise> <noise> <noise> 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愿我生生与名师，宝参妙法甘露味，是地悟道功德满，速疾证得。 金刚杵。